各位老友，今天我讲的就是富贵列车。富贵列车应该都拍了很多，在这个海报和一个剧照入面，很多人物已经消失了，好像编剧之一的张坚庭和陈友拉姑和四哥，他们环宇的 DVD 和这个美亚版的 VCD 就竟然多了一场一些妇女的团体去妓院那里踢斗。你看我的身形就知道我妈一天要做多少生意才养得我那么肥，连结局也多了三场未见过的场口的。但是怎知道之后再出这个富贵列车的DVD 又没了，真是相当可惜的。相比环宇版，落幕版又多分12分钟的片段。喝啖咖啡先啦，唔该。竹波，你有证有没有搞错啊？买条底裤都入公数的。就是就不可以就两者结合在一起，我们作为影迷相当觉得可惜的。